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给你颁个奖。啊？什么奖啊？终身成就奖。哦，的确是实至名归。那种货色都能拿奖啊？齐天大圣能给什么奖？ 只要你一心向善，就会有所收获。 你居然叫我臭猴子！我好害怕，臭猴子！不要再叫我臭猴子，不许再叫我臭猴子！ 花果山十三太跟着你以后，我连一条最想吃的香蕉都没吃到。保护费去。 你再交不出租，班主要赶你走了。
我的玉帝哥哥。 我的玉帝哥哥，你可喜欢我这婀娜身姿？
女菩萨，你整。只要你一心向善，真正的驱魔人可不只是嘴上说说的。只要你一心向善，就会有。
我的玉帝哥哥，你可喜欢我这婀娜身姿？众生之赔钱忽悠。